说说吧，为什么打人？报告韩主任，这不是老常打的，常双群同志，我跟他闹着玩撞树上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不是常双群打的。不对，是我打的，他脸上的伤是我打的。常双群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人了吧？啊？今天什么理由啊？说。因为一点小事儿，拌嘴了，我就打了他。什么小事儿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我要抽烟，他拦着不让，还说要报告领导，我就把他打了。常胜学。韩主任，事情事实就是这样的，你不用替我遮着眼了，谢谢你。常双群，你已经是个老兵了，军人条例不用我跟你讲，军人是要英勇善战，但不是为了对付自己的战友。我错了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蒋木生，到。常双群禁闭三天，做出深刻检查。下一步怎么处理，看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程度再做决定。今天的恶劣行为记入操行档案。是。马成度能自觉和不良行为做斗争，值得表扬。今天的行为也记入操行档案。是。你赶快带他去卫生队看看伤。是。韩主任，出去。这件事情真的怪我，真的怪我。朱老师，您就别自责了，这事儿我清楚。怎么，你清楚？常双群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咱们都了解。为了抽根烟，就把自己多年的战友打成那样，谁信呢？可是，说句您不爱听的话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事儿不要再追查了。可你还是去找了常双群。我真的不希望常双群会犯这样的事情。他这个人潜质很高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如果他的德性不好，我宁愿……朱老师，写告状信是每个人的权利，这跟德性没关系。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小人。真是名师出高徒啊，怪不得你那么喜欢他。这事怎么处理？这不会除名吧？如果常双群真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大队除名的话，那我真是成了罪魁祸首。这事儿现在还真不好处理。如果按常双群说的，他就是错上加错。就算不除名吧，给他个处分对他以后也不好。我可以，替他求个情吗？目前我知道你是个很讲究原则的人，可这件事情的责任是真的在我。韩主任，马成度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？我等你。有事吗？我想向您汇报点情况。我糊涂，你也糊涂。我已经很地地取为很无聊了，你怎么比我还……对不起，朱教官，我对不起你。不是你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自己也对不起你自己。我还能留在七中队吗？你说呢？朱教官，我真不想离开七中队。
也好，关你几天禁闭，让你多动动脑子，好好想想。韩主任，那些话都是我传的，我也说过，想趁这个事儿整整你，出出气。常传群说我不是爷们儿，我承认，我也当着张无声的面骂过你。我，你这么晚不睡觉，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韩主任，告状信真不是我写的，我敢发誓。 知道，赶紧睡觉吧。啊，韩主任，这事儿跟老常不，常双群没关系，他打我是应该的。虽然告状信不是我写的，但这话是从我嘴里传出来的。马成祖，你是个老兵了，纪律你应该明白。熄灯号一响，必须得上床睡觉。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。韩主任，只要你不开除我。 我接受你任何处置。行，回去。啊，韩主任，马成栋，到。目标，宿舍，起步，走。韩主任，韩主任，韩主任，啊！老师，他关禁闭了，啥好说的啊？老马，韩主任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 告状信不是我写的，什么告状信？你怎么了，老马？老马，老马，老马！小韩，我看这事儿啊，就这么过去了，以后别再提了。可常双群打人，他确实不对，他是不对，那不也都是为了你啊？这是两码事儿，你为了谁都不能打人。 韩原则，韩原则，你就不能不学得圆滑点吗？啊，这禁闭也禁了，啊，检讨也检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可是，这是，可是什么？可是，我是大队长，我还有这权利吧？给我听听，别把这事搞大了啊！你以为这什么好事儿？哎，呀！ 不是我写的，真不是我写的。你看着我，我跟你说，真不是我写的，我没写那封信，不是我写的，真不是我写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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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写的。 这几天，他总是梦到这两句话，跟祥林嫂似的。不会是落下什么病了吧？不是我写的，马龙，不是我写的，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一说。 我们到外面去好吗？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两封信，不是我写的。我知道，我们到外面去说。啊，来，走。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你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哎，真不是你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那信不是我写的。 是，是吗？真，你得相信我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哎，啊，马龙哥，啊，那你想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？我想知道，我特别想知道是谁写的。谁写的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不告诉你，知道吗？我知道这封信是我写的。你写的？对呀，我写的，跟你没关系。真是你写的？真是我写的。 谭老大，你是我救命恩人，你晴天大老爷啊！是你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你写是我写的。
不是你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儿？你怎么在背后议论别人呢？不是，你怎么能在背后你议论别人？你不能干这事儿啊！啊，我干什么事你就不用管了。这你现在要知道的是，这封信不是你写的，是我写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写的？对，我写的。不是我写的，绝对不是你写的。放心吧，啊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睡一觉。你写的？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绝对不是你写的，我写的。你写的？我写的。啊，回去吧。老谭，你们说什么呢？雷和，没说什么。你到底写什么了？害得马成都疯疯癫癫的。我怎么知道那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我明明听你说是你写的。我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不过从马成都的样子来看，这上面写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是想替他担一担，帮他排解排解，免得他再这么疯疯癫癫下去。老谭，你这么做是不是？哎，雷和，有时间的时候，你带他去看看，他的身体好像真的有毛病了。真的毛病了。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咋不进去啊？咱回去吧。咋了？小柳在。我一看他我就堵心。你是来看病的，又不是来看人的，谁再不一样啊？他能把好人看成病人，病人看成死人。哎呀，那丫头确实挺厉害的。阿妈，咱就拿点药就走，啊，别多说话，他又不能把你吃了。去吧，去吧，啊，去吧。不行，老常，要不你去帮我开点药得了。我怎么去呀？上次我们俩打架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他就给了我一个大嘴巴。他谁让你打我的？我又不是病人，人家能给我吗？老常，我头疼。哎呀，行，我去行吗？我去啊。我就是欠你的。谁让你打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有睡觉的药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中队的马成度同志最近总是失眠，看看有没有。又是马成度，年纪轻轻的，又不是什么七老八十了，总闹失什么眠呀他。他也不愿意这样啊，这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吗？不是睡不着吗？到山上跑两天就好了。哎呀，都睡不着觉，都有病了，就上山上跑两圈，那不还简单了吗？那还要咱卫生队干啥？是吧？你是不是来抬杠的呀？我没抬杠啊，你这是你抬杠。我告诉你啊，第一，谁有病你让谁自己来看；第二，睡觉药属于控制药品，没有医生处方不能给。你说那个马成度，万一闹个自杀什么的，那是你负责呀还是我负责呀？你会不会说人话呀？啊，你说谁要自杀呀？怎么着，你还想打人呢？你是不是打人打上瘾了？变态。你说谁变态呢？我变态。哎呀，卫生队有你这样的同志啊，好人也得看出病来。你给我站住，把话说清楚了。我说我不去吧。老常，你喊我就头疼了。走，药没拿来，挨顿训。闭嘴。他说了，这睡觉药属于控制药品。得有医生处方，每天还是找医生来开处方吧。我找程医生，找程医生都找好几次了。找。
好几次了。对，他说不给我开，让我自我调节，说那是控制药。那你让我来干嘛呀？陪着你还训着他。哎，你别喊，你喊我头就疼，我真难受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困，头真疼。那你一直靠吃药睡觉啊？多长时间了？自从黄有华出事以后吧。走吧，咱先回去，回头再想办法吧。你刚说什么？马六三他？他已经失眠两个多月了，一直在靠吃药睡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担心会出事儿了。有这种事儿？哎，你去找找丛班长，从侧面打听一下。找丛班长没问题，不过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说那封告状信啊，这事你心里清楚就行了。也不知道是谁，把老马说韩主任那件事儿写成了告状信捅出去了。我就认为是他写的，所以动手打了他。现在看来，我是冤枉他。妈的，哪个混蛋写的？这种缺德的事儿也干得出来？这事儿麻烦呢，你说查吧，不好查；不查呢，他又是老马的一块心病。老谭已经背了，不可能是他写的。老谭也是想解脱马六三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他肯定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。我觉得大伙儿这样对老谭不公平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老谭的难处，我们能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啊？这是军区来的夏首长留下的，让我一定亲自交给你。这一天都忙着打扫卫生，把这事都给忘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赶快打开看看吧，千万别误了什么大事。好，谢谢啊。什么？赵玲玲给你写信道歉？一定是你写的那封信让她害怕了，她肯定会以为我们要去告状，所以就写了这封道歉信，并且说了他不得已的苦衷。他还好意思提他的苦衷了？他怎么不考虑考虑别人的苦衷啊？昆明，这封信你一定得留好了，千万别丢了。我留他干嘛呀？这是他自我暴露的罪证啊，你可以拿他去告状。告状？嗯，算了吧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告什么状啊？再说，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呢？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他父亲真的是一个残疾人，唉，算了吧。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再说，有几个战士不希望提干呢？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把这封信拿给谭文涛看看呢。楚兰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不许对任何人讲。老革命，你知道丛昆明班长去哪儿了吗？你找丛班长，应该去卫生队，跑阅览室来干嘛？他不是不在卫生队吗？老革命，我知道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，麻烦你高抬贵手，指点迷津吧。我不知道，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。丛班长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你可别自找没趣儿。啊？他怎么了？他怎么心情不好了？我不告诉你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一点革命战友的友谊都不讲呢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们一区队的谭文涛生病了，病得可严重了。
要是耽误了什么事儿，你负得起责任吗？唐红他病了，他得什么病了？你先告诉我，丛班长在什么地方？他应该在后山坡上吧？没事儿的时候，他老去哪儿？谢谢啊！哎，你还没告诉我谭文涛得什么病呢？谭文涛他手上长脚气了。长脚气了？林云和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丛班长吗？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他看什么呢？不会是你给人写的情书吧？你瞎说什么你？别逼我违反纪律。把那些撕了，啊！走，过去看看去。班长，班长，真巧啊！什么真巧啊？我们俩都找你半个世纪了。找我有事吗？当然有事了。哦，这事儿我知道。他最近经常到卫生队去开睡觉药。哎，那他这算一种病吗？当然算是一种病。压力太大，思想紧张，要是长期这么下去的话，很可能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。你们得劝劝他，绝对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可是丛班长，你说他要睡不好觉的话，这不一样耽误学习和训练吗？就是。那也不能依靠药物，睡觉药是麻痹神经的，吃多了会产生依赖性。这事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尤其是不能让韩主任知道。为什么？我担心如果他过问起来的话，会给马成度增加更大的负担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谢谢你。谢谢你啊，丛班长。哎，愣着干什么？走，干嘛？捡纸片去。来，弟兄们，为了洗清我凌某人的不白之冤，证明这不是我写给丛昆明同志的情书，本班长决定发挥各位的本领，把这些碎片啊帮我拼起来啊！如果内容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，就地销毁，不许外传，违令者军法从事。来，帮帮忙，来，老三，来，没事儿。哎呀，瞅瞅瞅瞅瞅瞅。这字儿多秀气，绝对不是大老爷们写的。啊，帮我看看，只要能证明我的清白就行。老谭，你怎么了？该不会是给你写的情书吧？成，有火吗？哎，老林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点一下。啊，我宣布鉴定工作到此结束啊！谢兄弟们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件事儿只限于我们四个人知道，谁也不许传出去。谁要是传出去，影响了谭大嫂的前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徐队长，哎，看书呢。蔡德汉，有事儿吗？也没啥事。有啥事你就说。徐队长，有一件事，我觉得应该向领导汇报，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不是我，是马成度。马成度。马成度他最近天天睡不着觉。马成度，马成度失眠已经有一个多月了，而且经常服用催眠的药物。因为他做得很保密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。韩主任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，所以。你做得对，以后有类似的情况要及时报告。是。还有，对马成度的情况要多留意。能休息让他多休息，能照顾尽量照顾。他成绩本来就不好，压力也大。明天我再找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。同志，哎，
你们这哪种酒好？我们这最好的酒是杜康，你买几瓶？啊，对，你多少钱一瓶？4.8。4.8？对。这是我半个月的津贴。还有哪种酒能好一点的？这种精装包谷酒也不错，2.6。啊，包，那个是杜康。对。他俩哪个能好？一分钱一分货，你说呢？那行，那你给我拿2瓶杜康酒吧。好。那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？弄明白了吧？有点明白了。开始距离的方向和开始误差的方向是两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你回去好好的复习一下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再来找我。哎，谢谢朱教官。还有，你回来找我，用不着找人说没拿钱的。啊，常双群也好，你也好，其他的同学也好，都是我的学生，我们一视同仁。是。朱教官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的包放到哪了？哎，啊，朱教官，我老乡啊，给我带了2瓶酒，我不爱喝酒，糟蹋又浪费了，我想留在您这儿。您喝。哦，杜康酒，这可是好酒啊！对对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好酒，好酒，不错。你也知道我好这口。哎，不瞒你说，不是过年过节，我连包谷酒都舍不得喝。这可是好酒啊，名酒。这个不是过年过节的，你拿着酒来干啥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想孝敬孝敬您。这么好的酒，才配得上您这么好的老师喝。你有非亲非故的孝敬我什么呢？朱教官。古人都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您是我的老师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再说我还占用你这么多休息时间给我补课，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就送你2瓶酒。你脑子想的东西还不少嘛，军装穿的挺合身的，怎么净想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啊？朱教官，我岂有此理吗？你是学生，我是老师，老师给学生补课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你怎么净想些歪门邪说？我没想什么，朱教官。你没学好，我有责任给你补课，应该是将功补过。你干嘛来这一手呢？朱教官，我知道您愿意喝两口，我就送你这。你给我闭嘴！2瓶酒，2瓶酒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德来。不错，我是好混，我不贪，我也不贪别人的东西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官。你是不是看我这把老骨头，就不像个堂堂正正的军官？没有，就可以拿这个来糊弄我。没有，朱教官，
我真没别的意思。您要是不喜欢，我就可以拿走，没说。您千万别说犯纪律的事儿，行吗，周教官？你别那么认真。我们是军人，不认真行吗？是。朱教官，我求你件事儿，您千万别告诉韩主任，他也是个认真的人。照我的观察，马成度啊，不单单是一个失眠的问题，他还显现出来一种精神恍惚，有时候还有一种痴呆的样子。您的意思是，现在还不能断定什么，还需要认真仔细的观察。不过韩主任，对于马成度同学，能不能别逼得太紧，给他一种宽松的环境，让他的心情放松下来。我明白了。马成度最近的成绩是越来越差了，而且常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。他常常缠着我到这儿来补课，学的倒是挺认真，可当时听懂了，过后就忘了。我真是拿他没办法。他这种情况是心理压力过重造成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有责任。我们光想着加强他们的竞争意识，可忽略了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心理负担。增强竞争意识，这本身没有什么错，而且一直要继续进行下去的。除了马成度以外，其他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有很明显的提高。可马成度这种情况，也是一个眼见的现实啊。承受能力那么差，将来怎么能成大器？我查过他的档案，他在原来的部队里成绩非常好，而且还是一个数字计算方面的天才。你不能说他原来的部队对他要求不严格吧？所以这还不能单纯说是承受能力的问题。再说了，如果他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差，他怎么考进七中队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我也没理出个头绪来。来，我们想个办法，增强一下他自信心。你说呢？有什么办法？这个周末，咱们组织一次理论考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。去活动活动手脚吧。哦，你真的想拿操跑当饭吃啊？拳不离手，熟能生巧嘛。我现在越练，对这个操跑越有感觉了。哎，有感觉就好。谭文涛，哎，韩主任，周教官。哦，人也齐了，叶班长，开始吧。有两位高手帮忙，我一定突飞猛进。谭文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？韩主任，我痛快点，都是当兵的。哎，主任，我是想跟你谈一谈赵玲玲的事儿。我知道，因为这件事儿，我在你心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。其实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。战士在服役期间不许谈恋爱，这是条例规定。不过你们的关系是在你参军之前，也没有影响到你的学习和训练，所以这事儿就不提了。韩主任，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们的关系早就断了，或者说，我们应该是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。啊？是的，怎么跟你说呢？你要不相信，你可以去调查。现在还没这个必要，不过
如果这件事情成了你的负担，我建议你放下包袱，轻装前进。还有其他事儿？啊，韩主任，我还想跟你谈一谈马成度的事儿。你说他的病啊？哦，哎，你知道了，韩主任，马成度的病就是因为那封告状信引起的。我想，想什么就说。韩主任，马成度的病完全是因为那封告状信引起的。如果找不着写信的人，他的病就会越来越重，而且不会好。我想你能不能找马成度谈谈话，就跟他说，写告状信的人找着了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样的话也可以减轻他心里的压力。我已经跟他承认了，说那封信是我写的，但是我这话没有力度，你看你能不能跟他说说？你也想当两肋插刀的梁山好汉？没有，我没想当什么，我只是觉着有些事儿，我跟老常都能做到。我听说你们从入伍开始就互相较劲的。是，我们两个一直是竞争的对手，但是我们两个也是好朋友，所以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在人格上，我们谁都不会输给谁。行，这事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早点休息吧。是。我操！我不能去看。去吧，我不能去看。那是成绩榜，又不是宣判书。你看，走走走，赶紧看榜。我不去，我你干嘛呀？你看他不去是吧？来来来，抬一下，抬着去啊！快快，来，过来，哎，来过来，过来，再抬个轿子。哎，你干啥？你把我放下来！我告诉你，马成度，早就跟你说了，这理论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理论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就当操炮一样，对吧？我们这些人还怕操炮吗？来来，让开！来，马老二来了！我不看，给马老二来了！马老二，快！我不看，你看看，你都不是马六三了，你是马老二了。看看，好吧，看，我不看，往上看，往上看，看见没有？上看，看见没有？马成度，第二，马老二啊？不是，这不是我成绩，这不是你的，是我的，我还想当第二呢。这肯定是朱教官弄错了。朱教官弄错了？你不相信自己就算了，你怎么不相信朱教官？他可是一丝不苟的，是吧？就是啊，老马。行，哎，给马成度同志呱唧呱唧。谢谢。对不起了，朱老师，让你违背了自己的原则。我这个人身上有一大堆的缺点毛病，但是有一点优点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，就是不说假话，不做违心的事情。这有时候善意的谎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嘛。只要能够卸掉他沉重的心理负担，增强他的自信心，我个人的原则又算什么呢？但愿这个马成度啊，从此奋起，不要辜负你的一番苦心。说实话，我是不想帮他，这愣小子什么都没搞清楚，就到处宣扬我跟夏梅梅的事儿，非要把我名声搞臭。有句俗语是怎么说的？香了我一个，臭了千万家。不，臭了我一个，香了千万家。石传祥说的嘛。哦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才大份呢，你。解放军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。
老马，你怎么学的你？进步这么快，教教我好吗？啊，你以后一定要多帮助帮助我啊！鼓掌，鼓掌。Ooh.